啊，咱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民意调查一下，有上过高级班，啊，到头转来上初级班，举手我看麦。我那个要一半了，吼、哦。好，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为这句话，咱就会当看出讲，台湾即马什么情形？无正常嘛，吼、哦，拢破去对吧？咱七十年来，迄个国民党政府，甲咱用伊个党国教育，甲咱台湾人读个底作个中国本色伫内底，所以咱拢中毒，读个拢中毒，吼、哦，拢中国病毒伫内底。所以，只要咱个国家进步，输人输遐济，输日本输遐济。日本甲咱管五十年，互咱台湾脱胎换骨，结果。国民党来了，佮甲咱洗脑洗到佮变中国儒家思想。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希特勒讲的，这个儒家文化是世界的毒草，足歹。你甲看因中国人自私自利，拢算盘拢咧得讲家己有啥物好康安尼呢？伊无用国家的。前途咧算，也无讲全世界，即马咧讲地球村，伊嘛无咧管全世界安怎，敢若因即个国家强好就好啊。中国人是安尼自私自利，所以你看中国人去到全世界，人拢会排华，人拢会看袂起，甲配谈乱。哦，所以咱唔好学中国人。所以无怪日本较早嘛就拢去中国留学，吼、哦，较早唐朝，吼、哦，为了遣唐使哇。啊，去学中国的文化，学咧，到尾啊，才发现讲，人欧美发展遐紧，伊较知影讲啊，袂使阁继续学中大清啊，中国唐朝袂使阁学啊，所以因明治维新咧脱亚入欧，就是去欧美学德国、学英国、法国因的先进的文化，吼、哦。那么伫遮我建议咱台湾人。拢爱看三本册，这三本册你应该拢爱买。第一个就是这个，乔治·科尔所写的《被出卖的台湾》，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册是咧写二八事件吼，拄啊战后中国军来接管台湾所发生的。迄站的时间，台湾悲惨的事件，这本书你若有看，你若阁会支持国民党，我足唔相信的，因为咱台湾人是安怎咧，互中国人甲咱糟蹋，吼、哦，就是这本书，尤其这本书是美国人写，这个乔治克是美国派驻台湾的一个外交官，吼、哦，那么伊写较客观。哪讲咱台湾人写，人会讲啊，恁台湾人拢嘛写国民党歹，唔是美国人写啊，咱台湾人甲翻译，这本册是禁书，吼、哦，禁册。以前啦，吼、哦，伫还袂改严以前，拢禁册。但是伫美国，咱的华人，咱不是华人，咱的台侨，吼、哦，拢会买一本册来看。所以像啊，去留美的人，到尾啊，拢是台独分子。受这本书影响真大，就讲台湾人本来是真好，住伫咧美丽宝岛顶面的人，和中国军来安尼甲咱糟蹋，和咱的本来日本甲咱训练到足进步，伫亚洲遮吼，咱才输日本东京呢，吼，咱的水准已经含日本差不多啊，好，啊，所以因为咱迄个国民党来了。而且伊国共内战建书，所以定伫遮。迄阵国共内战输的是百几万的中国军甲民，突然来到台湾。啊，你如果最近这一两个月，吼、哦，叙利亚难民经过土耳其啦，还是希腊，拢要逃去欧洲的这个德国有吧？真侪人伫地中海的船啊沉落，吼、哦、死。死真济有无？叙利亚人民离开伊个国家、个国土，
走去别个国家请求哦庇护，就叫做难民。那么中国军1949年国共内战输，甲要200万的军干民都咱来到咱台湾，因嘛是难民。哦，这咱来搞清楚哦。那么去年年底台北市咧选举，柯文哲咧选的是郝柏村出来讲咧骂讲，柯文哲是黄明的后代，好不好？伊讲的无唔对，伊甲咱的新闻讲清楚，咱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简称黄明。那么咱黄明的位阶是真尊贵。那么郝柏村什么人？伊是难民啊。结果咱好接近汉难民咧，甲咱关咱这个日本的黄明，你看咱台湾人有衰无？哈、哦，佮关个不得不吃哈、哦。好，那么我开始来讲进入主题了哈、哦。啊，三本册还袂讲完，讲到四还袂转来。唔是，听拢无。啊、哦，有一本有啦，第二本我要讲的，就是基督教的圣经。这本册发行量。全世界第一名，所发的这个语文上的版本，所以这本书咱无看，全世界上畅销的书咱无看，有够可惜。这本书影响着欧美的因的国家、因的文化。你若无读这本圣经，你唔知影要去看欧洲的教堂，遐个图是咧画安怎，迄个雕像是咧雕安怎样？啊，是那欧美的文化是安尼。受这本书影响足大，其他欧美也较先进，叫做文明国家，好、哦，所以这本书你嘛一定爱买来看。真济内底足有智慧的语言，包括另外以色列，其他以色列较小国家，人口才800几万尔，边啊，甲要两亿个阿拉伯人无在调甲打败，每一次修战，到尾拢以色列赢。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口霸全，那个占全世界3%尔。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五地伊摕一地，20%犹太裔的人摕去。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摕几地？无超过3地，10几亿的人口啊！吼、哦，亚洲的国家拄啊日本摕较济尔，吼、哦，剩的拢那收到。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用一个框框，把你框住，把你头壳白乌死，让你拢袂叮当，袂乌袂想。中国教育就是咧，给你教填充式的教育。标准答案4字，你若写3字唔对，写5字嘛唔对，一定爱因的标准答案。所以咱或者被填鸭式的教育，咱所读的就是拢爱教。标准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你考试开这样考了，好也好，迄就是把咱的思想拢缩掉了。因为那后面咧教这答案不是只有一个，因为你为无同款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现在发明的好的物件，拢后面的人发明较济。古早你甲看，因讲中国5000年的历史，有发明啥物好物件？有啦，一人灰啊，哦，陶器、陶瓷器有无？还是因发明好的物件。过来后边无啊，后边你看较先进的物件，收音机后边发明，录音机、录音机拢后边发明，包括迄、那个即卖大哥大，好无？美国人发明，差不多即卖先进的汽车啥物，你即卖在用上先进的物件，拢后边的人发明，好、哦，就那因有遐侪创意，就是因的教育没有被绑死。第三本册就是后边有咧卖《新台湾论》，这本我甲号称讲台湾的主权地位近代史的一个类似一本的圣经同款。我甲比作讲，等于像迄咱民政府的一本圣经安尼，每一个人拢应该爱有一本哈。所以这本你一定爱买来读。这本会当解说到90%台湾的主权地位的真相，你听我讲真相哦。咱过去读国民党的历史的册，迄是拢全假的，吼、哦。好，今麦来进入主题哈、哦。好，咱来复习讲，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哦。
第一，1895年是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的，中国人讲马关条的哈，为大清的皇帝出抵台湾，这是合法，有经过国际条约摕到的哈。下关条约是两个国家，大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的皇帝两个所签的哈。好。那么1952年，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但是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吼、哦，无办过户，日本敢若放弃，无讲甚物人接收，无，吼、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接收人。你若讲土地买卖，有卖人一定爱有一个卖人，有无？有接收的人嘛？无，旧金山和平条约无讲。日本放弃了，放弃给什么人？无，所以你即摆伊甲中华民国马英九讲，无你甲台湾，伊拢定讲台湾的主权根据开罗宣言已经和平移转予中华民国。这个哦，开罗宣言无人签字啦哈。OK， 好。那么目前台湾甲朋友还阁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有一个主要占领全国。后边一定有各有一个次要占领全国啊！即马依台湾关系法，委由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流亡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来代理管理。啊，中华民国号做次要占领全国。在1945年，国共内战那不发生的时候，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啊。过来，上台先，咱爱了解咱家己到底是啥，咱的身份地位是啥款。你若无了解，你根本迷失方向，吼、哦。所以你要先了解咱到底咱是啥物人。OK， 来，咱即马台湾，我甲分两大族群。第一，这个中央山脉以东，这种高沙原住民族。我看到，南岛遐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嘛，哈，迄个拢咧讲山地高山咧，哦啊，山地因迄阵的名称定咧改，啊有山啥物，山地同胞，啊不也佫改原住民，上早是叫做高沙族啦。日本天皇叫我天皇来台湾，啊，咱的高沙的部落咧个迎接跳舞。啊，唱歌哦，足好听啊！因穿的服装足水的，彩色非常艳丽哈。但是当地这個派主日本一只这个武官哈，武官，甲天皇讲，啊，阮这个满族跳的舞，要给天皇欣赏。那日本的这个天皇，遭天皇受气呢？你怎么可以骂我的皇民叫满族呢？应该叫他叫高沙族，好，所以不也从开始用高沙族这个名字，为啥开始出来？哈，啊，中国人来了就跟你讲，叫做山地同胞，啊，山地同胞受气啊，抗议啊，啊，有一个笑话就讲，迄阵中国人来台北，好啊，坐公车拢无要排队嘛，啊，咱台湾人以后日本到拢会要排队啊，啊，咱的山地同胞也伫遐排。哎，中国人插队啊！哎，那是，因讲我都一包一叫加反攻意识有无？较早的老话有拢会写字写反攻意识有无？哎，插队啊，三包干嘛？你为什么插队？你怎么不排队？哎，做军人有诶，因迄阵军人因有优秀感，讲意思讲因插队正常。我是一包啊。哦，反共意识叫做“简称“一包”啊！我爱原住民手机，啊，你一包不用排队哦，我三包都排队了，你一包不用排啊！嗯，你笑话啦哈！好，啊，今麦来西部这边，西部平原有大兰和这平埔族，哦，我搞分一个高沙族，一个大里平地，哦，西部沿海，这个叫做平埔族，哈。那么平埔族十几族的哦，唔是干呐？简单来讲，吼、哦，九族，即马
中华民国内政部哈有成立的原住民族哈，已经有16族啊。好，啊，咱平埔族你看，宜兰有一个克马兰族，捌听过无？好，克马兰族，有一个克马兰客语嘛哈。啊，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就是总统府头前迄条，较早叫做介寿路阿边啊，做总统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咧纪念。这个族哈，过来桃竹苗家叫做道卡斯族，啊，中部家苗栗啦、啊、南投、台中、彰化，才有三个族，有白菜啊、帕普拉跟马木萨这三族在这活动。那么嘉义分林有一个红安雅族，那么上大族一族叫做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西拉雅哈，啊，变成就西拉雅族的哈。好，各一族伫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你看啊，真少人知影有这个马卡道族。但是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甲吴敦义拍牌选到高雄市长，为着纪念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所以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吼，这是火车咧走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咧，纪念阮马卡道族。啊，这个族大部分人拢唔知啊。啊，我本身我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但是我呢语言拢差不多叛变啊，失传去啊。我呢语言已经灭亡了。但要归于看这个地名吼，看高雄关的高雄关，较早马卡道族讲叫做塔靠塔靠，反正台语叫做大高吧，大高城。啊，塔高。啊，那么塔高，日本人来管台湾的时，把这个地名，跟因日本嘛塔高这个音，就是高雄。啊，所以日本来管台湾了，总把迄个大高城改做高雄。啊，高雄的名字，因为阮马卡道族的语言转过来。那屏东去较早，阮平埔族啊马卡道族讲的话叫做。阿靠，啊，反正台语叫做阿狗，所以较早清朝咧管的是屏东叫做阿狗城，哈、哦，就是讲阿靠，这个音转过，哈、哦。好，你若要纪念，要记马卡道族这个族，我跟你讲，你绝对会记的，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我自己去做的，啊、哦，回家来弄个包死的，啊、哦，我是马卡道族的，哈、哦、，OK。过来，你是不是平埔族有一挂特征一定了解？你把你的手弯起来，哈、哦，然后一撮凹痕，有一撮唇，哈、哦，啊，迄个平埔族的特征。另外就是你的脚顶头啊，上细只的只，啊、哦，然后鼻唇呢，好用那是，这是平埔族的特征。OK， 其实佫有啦，哈、哦。平埔族足侪特征诶，啊，比如像讲轮廓较深，啊，啊皮肤像我安尼，乌无改乌，乌无乌人遐乌，啊白也无白人遐白，安尼红安尼拄好超过达十一轮色诶，即个吼，啊，即是个你讲那平埔族诶，吼，啊，过来足侪姓潘诶较侪啦，啊，我姓潘了，我块姓你着顶看出讲，即素姓哦。台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电官带去阮的部落，啊，电迄、那个清朝官员问讲，啊，这個、部落拢姓啥？伊讲无咧，无电官讲无咧，伊拢无姓。安尼，迄清朝官员拢素阮姓，因为阮的部落的人开住伫溪边、河边、水边，要洗身躯、要洗衫裤、洗这物件，唔较方便。啊，这。台清的官算有学问，准书员讲，住伫水边的番，我三点水畔，啊一边一边番，我住伫水边的番，我的姓是安尼来的，吼。啊，这台清算有学问，你注意看，我的姓三点水有水，下口有一个田有无？田的电管会发米，佮电管一撇，好无？我的畔的写法是咩？这一撇是漂撇的台湾人，对不对？吼、哦。
袂歹啦吼，我这成绩算袂歹。OK， 好，咱即马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来。1952年吼，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咧讲咱来看，日华台北合约就是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伫美国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流亡走来伫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签日华台北条约。第十条讲，吼，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甲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代。你注意看，他讲遐济，叫做已经讲给台湾朋友，再佫讲给台湾朋友，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之后。这条这个确实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好，那么这一个应视为，我把你马英九讲一句话，吼，甲这个伊台北伊咧做台北市长，啊有一挂迄个三地的人，吼，高沙族热爱平地探价，啊无钱买厝，准伫个河床边啊搭简单的房屋，马英九要伊甲拆，啊伊甲因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好不？我把你们视为人看。其实伊就是心内，有你讲你唔是人，啊，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那么咱唔是中国的国民，被视为暂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好、哦，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哦，咱是暂时要当作中国人咧管咱俩，好、哦。好 ，OK。过来，那是1952年年初。旧金山合约条约未生效，进前日本的法律院就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啊、哦，那么咱头拄啊伫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咱取得中华民国暂时的国籍。好、哦，啊，这非法的啦，照讲这是无，咱是要强迫接受的，咱也无签同意书。你照讲，你要变个国籍，咱爱有自愿意愿，佮经过合法的程序。中国人拢无做安尼，直接就甲你讲，恁所有台湾朋友的日本台湾人拢变做中华民国国籍，好，这违反国际法。好，那么咱日本的国籍迄个取消，佮来到遮。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所以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日华台北合约失效，等于讲咱摕到中华民国这个国籍也失效，所以咱日本国籍被悬置啊、哦，被取消。但这两个，啊，中华民国国籍因为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啊，所以变成讲嘛失效，所以咱变也无日本籍，也无中华民国国籍，所以咱必须要2006年去告美国联邦法院。宣判台湾人无国籍，就是根据为遮来。台湾人无国籍，啊，照讲这报纸报应该爱作台湾人爱整个台湾社会爱作大震动，吼、哦，结果无。中华民国暗藏消息拢无要来报，所以台湾人大部分拢唔知影，啊、哦，99.5%可能拢唔知道，哦，只敢若有来遮上课，还是来上课等于亲戚朋友讲安尼较知影咧，吼、哦。好，那么台湾的潜在国籍伫倒一边啊？恢复国籍啊？咱、哦、来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啊、哦。琉球伫日本政府建立差不多20年后，日本恢复伊个生产啦哈、哦、啊，发明出一新的物件，录音机、收音机啊、电子产品、甲家电用品，拢销去美国，赚足侪钱。哎、啊，迄阵早期拢唔免负担国防的。军事费用，哦，因为美国爱去甲保护，派驻军美军伫日本，啊，所以日本的人，甲只军人退伍落来，拢去生产线、生产物件，外销全世界，赚足侪钱。所以日本政府去甲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战争债，你较要甲琉球还我。迄阵美国伫40几年前甲开3亿2000万美金，
所以日本政府把这条钱交交交了，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琉球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总把琉球，包括钓鱼台、哦尖阁群岛，拢还给日本哈。啊，咱来根据安尼，所以琉球人本来拢那要等于日本四大岛，啊，就要东京读书做生意，啊，等于出国哦，啊，伊向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啊、哦，所以伊是变外国人 ，OK。啊，咱啊将来咱啊依照这个模式变台湾返还模式，就是讲咱的战争债，咱邀请咱的，咱请咱的美国、日本政府跟美国参详，哦，看要赔几十亿的美金，这条行了，把咱台湾片哦，佮行登哦日本，好、哦，安尼咱啊等于咱啊一旦恢复日本国籍，哈、哦、，OK。好，因为时间无够吼，我因为我这三点钟啊，结果我时间。拜两点钟了，所以我来讲较紧的。好、哦，台湾血统，我、哦、那了解咱的台湾血统。来，以前咱有讲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句话听起来拢对啦，吼、哦。因为较早中国人、大清的人要走来台湾，大部分拢查甫的，无娶某回来，过来台湾。所以拢登山攻来，啊，带在地咱本地平埔族，也是哥山的后代哈、哦。好，啊，你最后看登山攻成就安尼啊？啊，这中国人来甲咱骗的，骗讲较早拢原话走来台湾的，拢穿个遮水，拢有钱的。你甲想，若有钱的原话，伊敢要离乡背井？没啦，无可能，吼、哦。所以，这个罗汉卡，什么叫做罗汉卡？你敢知？乞丐意思。拢无因中国人、大清的人，会走来台湾，拢大部分拢呐，作奸犯科，欠回来钱，无要纳的这款的，走路，咱要甲你啊。捕快要甲你啊，所以伊走咯，啊走来台湾了，吼、哦，啊一个人绕跑走来台湾，来到台湾，啊无啥物财产，所以财政有工做工，无工做乞丐嘛，就是安尼。啊暗时要困底，困伫迄个庙宇、庙寺有无？庙寺的壁拢画迄个十八罗汉有无？下骹，所以讲叫做罗汉卡，安尼知影无？好、哦、是安尼。过来，登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峡，因为台湾只乌水沟，水足湍流，不时风云变色。爱船拢细只船啊，足细只三板啊，啊那一个较大海，变为吸的几只船人死了。所以十个来，还未到台湾就已经海里可能死六个去啊。哦，啊有幸可以上岸的。三个留下来，一个来这搁看大白鸭，搁绕跑转。但是这三个留下来，敢袂活，真困难哦。来，我怎个讲一听？咱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咧，迄阵琉球宫古岛的渔民啊发生船难哈、哦，为东部满洲乡的东边个海边啊。客换起来，船那都有触礁，阿阵因爬起来，啊，结果高士佛祖的这个南排湾祖甲接待，啊，但是因为参前误会，所以因为原住民族透早抹刀要去捕猎，啊，遐日本人继续讲伊抹刀啊抹来要甲因抬，阮准走啦，啊，参前误会说产生误杀，哈、哦，都准烧抬。50几个迄个台死，剩12个走去这个，有一个叫做保利哈，平村了一个市中心之前有一个保利的迄个平埔族家，火葬去凤山府城，甲转登去琉球。那么日本政府真受气，就发文向大清抗议，讲是安怎恁的人台死阮的渔民，
啊，大清调查了讲，无啦，迄种化外之地，迄唔是我咧管的，迄种山地，因为大清来管台湾，干那管一挂，靠我海边啊，这港口有六个屯垦区呢，哈，无规个沿山沿海拢管，伊一撮一撮有派兵吼，你管安尼，而且。伊伫个沿山个所在，拢会插一个白阿虾，叫做人质关。都平地人到遮拢会停个，袂当去入边。入边你来伊个原住民族甲你台死，台枪不负责，吼、哦，迄、那、做、個、人质关啊、哦。所有的人，平地的人到这边都要停止，袂当去入边啊。这个原因，所以日本接了这个回文了，讲哦，干那毋是你要管个，安尼我要出兵要来甲讨伐，要来甲架死，所以。日本的迄阵拄啊好，明治维新去熬伊学一挂新的这个战术，吼、哦，欧陆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陆军的作战的方式，吼、哦，啊，佫有一挂新的武器，我那准得杀来台湾，波兰家只起，吼、哦，为四重溪遐里边，吼、哦。那么，这个一小阵，日本军敢那正规拍。日时啊，拢拍赢，暗时啊，换咱的高沙的人拢用打游击战，换日本军输，所以日本军知影讲暗时啊无拍，因为暗时啊，咱的游这个高沙这的人吼，咱台湾族的暗时啊，你行路拢无声，来无影去无踪，忽一个跌倒啊，你都暗棍咧要挂呀，所以因日时啊去战关键爱趁天黑暗爱撤退转来兵营。但是伫安尼战，真正日本军战死个，吼、哦，还不五六十个。但是破病死个咧，五六百个。因派三千个来，死五六百个，是因为迄个帮党顶着登革热无，都拆开。啊那迄个蛇阿爷阵毒蛇做者蛇咬入来死。啊，台湾火神做者，因个粮食吼。不是迄个咱的火神沾着内底作个病菌，食着漏屎脱水死，啊，所以着可乐啦，有诶无诶，因为台湾迄阵未开发，拢是张力之气，啊，日本军来水土不服，哦，拢破病死较侪。好，日本迄阵有军医哦，因诶算较先进诶，着遮严重，啊，你若看登山公来台湾，即留落来即三个，因无啥物抗体，帮来定了呐。登革热就对了、哦，所以你注意看，即个你甲看迄个登革热的疫区的这个各县市有几人几人，台东到前几天啊，较出现一个，花莲啊出现两个，好、哦，你若注意甲看，中央山脉迄附近到以东的，迄个拢个位数的，这波烟花你啊看，伫港口边啊拢较济吼，高雄港。哦，岸边港这个台南，哦，啊，因为中部以北就较冷吼，蠓啊，去到啊拢寒死较济，所以登革拢伫南部。啊，你注意看，像那屏东无啥有，台东无啥有，哎，拢原住民住的所在较济啊，就种较慢，跟中国人接触的所在，哈、哦，较无中国人的基因的所在啦。那本土台湾人拢有抗体，迄蠓人顶无啥解着。啊！你主要看高雄市啊，去年甲前年拢做侪，啊，迄个所在就大概是中国人的后代啊。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大撤退来台湾呢，拢为吉兰港登陆，啊，有诶为高雄港登陆起来。啊，因为北部较冷，所以登革热较袂发生，所以吉兰港较无，台北地区较无啥物登革热。南部你看台南甲高雄较侪。这个跳过哈，啊，这个来讲，大清来管台湾哈，甲台湾人蛮化，哈、哦。那么士官你若要大清的语文哈，比如你若要台语，因为迄阵台湾人拢讲原住民的语言，好、哦，西拉雅的人就讲西拉雅语言，啊，阮平埔的马卡道，阮就讲马卡道语，所以你若要讲因的。迄、那个台语，因个闽南语啦，吼、哦，你会当做翻译官，吼、哦，伊会当书理官、书生，
佮包括族谱啊，住哦哩。所以你讲啦，社长庭啦，陈水扁啦，去中国要找伊的族谱，要找伊祖先的所在，找无啦。我有看阮的族谱，阮阿公因迄阵做的，我掀开看，头前敢那写，阮是福建省省内，阿无讲是对一个县市，啥物乡镇拢无讲。所以咱台湾姓潘，跟中国姓潘没有血缘的关系，迄是世姓哦，这要搞清楚，连族谱拢啥？拢输合理哦，吼！所以这要搞清楚，咱绝对唔是中国遐来，咱是南岛语系，吼！咱跟菲律宾、马来西亚，吼，即印尼即，咱是同一个系统的。包括今毛一个论述吼，即、這个南岛语系的发源地是为咱台湾家发展出来的，往南太平洋吼、哦、发展。OK， 好，今仔我咧讲这个台湾主问题。咱就来讲1949年，蒋介石吼，国共内战战输对吧？200几万人来台湾，这些难民，你看200几万哦，超200万的难民。啊，你甲想，1970年代越南战争，尾啊越南战输，规个许越共北越甲规个越南占领，是毋是足侪有钱人了？买渔船啊，吼，也是用钱买船票，四处逃窜，有差不多30000的走去澳洲。澳洲是咱台湾的土地，它200倍，因的人口，跟咱差不多2400万。但是澳洲收这30000人的中国迄、那个在越南的难民哦，澳洲政府都头壳摸咧烧，爱白叫无，因为爱负责30000人的食衣住行。啊，你甲想？1949年，咱台湾人收这200万人，台湾人600万人要加饲这200万人，你看咱的士大人因迄代偌辛苦，所以我韩剧有，甲韩剧签完了交够济啊，吼、哦，包括我爸爸，哦，迄阵我有伫咧农改场摕到较新的品种的韩剧，我种生，我讲爸，我煮韩剧。可饭我哩食好，所以讲唔通好，见老食足多啊，食到惊着啊！介五六年前嘛，阿哩惊，叫我煮吼，我那淋，我底底饭我头上2-3碟里来底哦，咦，食着，哎呦，哦，这么韩剧几只好食啊！卡在韩剧拢全臭香，迄阵无啥物油啊糖啊虾嘛，啊，这么韩剧内底拢嘛虾好呢当，拢嘛袂臭香，结果食食大家拢断烟吼，这么病拢足。急诊室拢无够通用，病床拢无够，就爱透过关系靠抢床位。那么咱台湾人饲猪吼，咱一般以前卖讲住抗生素啥，正常饲咱差不多2-3天，7个月就当抬对不？我迄阵要注册，真正爱靠阮爸爸妈妈饲的猪啦，卖猪阮靠通啊，买一寡较好食啊，是我去注册，不是嘛？欠学校注册费，不是嘛？有老师退。有够无助的，但是蒋介石1949年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予咱饲，咱甲饲70冬啊，袂太滴，甲今咱还搁咧饲，咱拢纳税金咧甲饲，对不对？所以我今仔用这个题目，台湾猪问题，哦，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啊，但凡今下会遮乱，就是只中国来只中国猪啦，无客气讲，现在。即句话安尼来，就是战后，咱台湾人戆戆去港口甲迎接，啊，看到遐乞食兵，他怎样啊惨啊！咱的日本皇军是军容壮盛，皮也切甲金丝丝，衫裤拢穿甲笔挺的，啊，遐中国军来拢穿棉袄，拢兵单，头前担，当天三位有，啊后壁然后柴拢。拢乌奥也拢冷也吼，反正都尾啊，台湾人作死亡，讲啊，他系即个乞食兵，或者战胜国，其实因是打败仗的战胜国。那咱日本皇军正手跟中国小战占领，甲中国规个沿海占领，安尼唔是咱占领，蒋介石走去美伫四川的重庆，对不对？正手派啊，
倒手跟美国拍输。啊，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做同盟国，美国欠两粒原子弹，日本天皇赶紧投降，因为欠两粒，死几啊十万人。啊，迄阵情报唔知影讲美国到底有几粒，结果唔知影美国干那欠两粒尔，欠了就无啊。所以日本天皇看惯，唔是，伊若阁欠十粒，我大和民族会灭你呢？准一礼拜后准宣布无条件投降，好。来，咱来看，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本土台湾人85%原住民的血统。我该用原住民，咱是原来这块土地主人，咱叫做原住民。好，那么战败国，咱来看荷兰，荷兰来台湾，结果20几年了，去哦正式王朝，甲赶走，所以荷兰人。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好，那么正式王朝因为施琅这个叛将引清兵来打，把正式王朝消灭。好，我做大清帝国，正式王朝这些人，拢台不是也厉害，拢遣送回大清帝国。伊不爱留大家，何里个后日来个跟平埔族、高沙族、南南这些个别。反清复明，所以规个拢遣送回去，不要留大家去作乱，好，那么大清帝国又大日本帝国打败，迄、那个下关条约有规定，限你两年的时间，你大清的居民住伫台湾平和，你两年，你若我管了袂欢喜，你会当变卖家产，退出台湾跟澎湖，等于恁大清就对了 ，OK。啊，到尾啊，日本人专到人爆炸的时，人口爆炸，剩差不多9000个全国人，遐生理人，拢总挂外国人加起来无到1万啦，吼，都9000通的，你拢总甲当作遐拢大清的，9000几个，但是迄阵咱台湾原住民族有差不多300万人，差不多300:1，大清的人留伫遮做生理的，也是做。其他的技术员哈，足少的。那么大日本帝国战，二次战后战败，往美国入来占领，遣送大日本帝国的军甲民，到尾40万，拢甲遣送回去日本。所以你看，外来政权，无论荷兰、正式王朝、大清、大日本帝国，因这人若战败，拢被遣送出台湾跟澎湖的境。遣送出境，所以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OK， 所以咱家己本身咱还佫有85%，所以你甲抽入去，台湾人85%以上拢有南岛语系的这个基因哈。好，佮来日本时代台湾人户口填本来用做甲一块一块乌，我咱来看卖哈，因为这拢该做乌，这就内底个来看讲。你那伊个咧写，你那，比如你的原住民的话语你袂晓啊，你跟他村里要讲台语、闽南语，伊个咧写福，无代表讲你是福建来哦，就是因为你被同化，语言被同化，哦，语言差不多三代就甲你同化去啊。另外，蒋介石来台湾70冬，3代半，咱做侪囡仔即马台语袂晓讲啊，拢北京语讲甲写写叫对。啊，加一个客，尤其客家的吼，客家的子弟，愈侪不要讲伊客家的语言，哈，嗯，客家本来这个语言在台湾就不是很强势，是闽南语较强势，哈。好，那么那家你，你都忘记自己的祖先的语言，祖语，跟他村里样讲客家话，伊家你写广，广东的广，无代表你是广东遐移民来，唔是哦。是你已经不要讲像陶祖苗，你不要讲这个道卡斯族语，哇！啊，你跟他村里要讲客家话，因为遮真侪客家的人嘛，啊，你自然会讲客家人咧讲的语言啊，啊，所以你若遮广的，不代表你是广东移民来啊，你只是已经不会讲原来的族群的语言，去讲
大清帝国广东那边的客家话哈。好，而且伊会甲你写，那平地头拄仔咧讲沿海这平埔族，伊甲你写熟。啊，那高山哈，譬如像新竹五峰乡，啊是啥物？我迄度反正高山，日本人就甲你注明写生，就青番。咱台湾人要分白米番，佮有分青佮色个，生番佮熟番哈。平地叫做熟番，怎么样？怎奈叫做讲平地会甲你讲熟番，因为较好沟通。哦，平地遮已经有汉化，有清国化，还是有许日本人教育。讲话较听较有啊啦，吼、哦，翻译有我都翻译安尼吼，听较有，所以有甲你分平地有做沙湾，啊山顶有做青湾，所以咱有些咧闽南，啊你听无，你青湾咯，有无拢定用即句话无、哦？好，啊这台南市西拉雅族因咧争取讲要变做，要要求中华民国内政部甲承认因原来是原住民族安尼。要个咧证书也未通过哈，好，啊，屏东嘛是同款，阮屏东嘛拢咧，吼、哦，高雄市甲屏东县嘛伫咧响应，拢要改做我呐原住民族啦哈、哦，好 ，OK， 好，过来咱来检讨讲，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用对辣椒，就甲咱台湾人起甲大地服服帖帖，第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屠杀台湾精英。蒋经国以及情报头子，伊属性的派的情报人员，伫全台湾的各乡镇区、所在各地方的有头有面的地方的头人的名册，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这人拢斩掉的，差不多三万的，这种台湾精英，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所训练的台湾精英，拢像差不多李远哲啦、柯文哲这级的，安尼又抬掉了。这拢做会当做领导人物诶，地方诶头人拢是领导人物，太刁，群龙无首，你都没有力量反抗。第二个，你要反抗，是毋是要有钱？伊甲你搞垮金融、甲经济民生，吼、哦，我你用四万换一块，你若去当时你种好野人，你有四千万，四万换一块，换了到来你存一千块啦。起码几千块，咱一工就开掉伊啊，对不对？阿妈在要食啥？啊，你着为着过三顿，你着为着这民生问题、经济民生，你着跟他过去做工，你透时间去甲抗议。就是讲，这几年啊，马英九起来做，做甲作乱。咱台湾人经济歹，大家着为着过三顿，无才调讲要过去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头前遐抗议啊。现在民进党没在控制什么呢？招无人啊！台湾这做工的说，嗯，啊，我没来做工，我哪有明仔载无饭通吃呢？你搁甲出便当钱，游览车钱拢甲出，伊嘛袂见钱。我今仔来做工啊，哦，所以现在你看，民进党招无人，没在控制啊，有无？已经无啊了，已经三四年，我唔捌听到民进党讲招要来总统府头前要控制啊，无啊。这就先给你搞法，你无人做领头，无钱，你就无想要抗议啊！哇，无惊爱食呢，明仔无必通去煮啊呢，吼、哦，所以紧张。好，你看注意看，这个奉令以四万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你看嘛，啊，这是行政命令啊！啊，你会当为这个看出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为这哪看得出来？好。你既然要换新台币，要新的币制啊，新的钱要定印啊。如果台湾甲朋友是你的，你再不要印你的中华币。你看，全世界国家拢有伊的国币，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你中华民国，你唔发你的中华币，你哪无发？你哪要搁用新台币？我你嘛发一个新中华币，你再用台币，不只看得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当发
在台湾发伊的中华币，哦，安了解了哈。好，过来，大地主甲变作小地主，利用什么三七五减租，耕者有起点，有无？我遐大地主崩解，甲你，互你变作小地主，啊，小地主佫创甲阵，拢无土地，安尼经营落去。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啊，比当地发水的更重。我你即马话呐，无力去啊！哦，所以你看，无领导人物，无钱，无地方的条啊卡，发无人啊！你要安怎对抗国民党？有德有情的人，好、哦。再来第四个，白色恐怖，精英材料，剩的遐次等精英。你若介绍，你若讲的无合国民党的意思的，半暝嘛掠掠出，有只就胖囡拢无转来啊！哦，有会掠掠掠去关火烧岛，哦绿岛 ，OK， 关的监狱。好、哦，所以这个白色恐怖造成台湾人，尾啊流行一句话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哦，饭加食寡，话减讲寡，较袂出代志。安尼，哦，台湾人自我限缩。哦，祖先讲台湾人，你甲注意看，台湾人煞变成讲沉默的一群，无像中国人安尼能言善道哦，作寡骗的中国人。好，过来第五，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敌性反转就讲，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咱第二次世界大战跟中华民国咱一个修建的敌对，但是国民党来甲咱骗，哦。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都开始咱作欢乐，啊，中国军要来，啊，咱战败，啊，咱作美秋的，来，伊唔来，变哪甲咱糟蹋，变哪甲咱修理，啊，伊来甲咱讲，哦，我们也是回归祖国，并且战胜国，哦，台湾人短视尽力拢跳过来，伫战胜国中华民国这边。啊！中国人佫甲恁教讲，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所以又骗一个台湾人，拢变做中国人，拢不爱做战败国的日本人，嘿，哦，所以台湾人的身份错乱，哈、哦，这嘛是啊，像他讲，咱85%以上的本土台湾人，算数无到15%的假难民，假中国人。那阿扁啊，你甲注意看，国对下吼，输阿扁啊，这个第一任的台北市长满意度78%，但是要连任选出马英九，还、啊、就是大部分呢吼，台湾人一半以上，哦，你讲2300万的其中2000万的其中的一半，300万甲当作纯的中国人。那2000万的台湾人有一半去哦，教育界变做中国人，所以因那边变千三万，啊，自己本土派剩1000万，当然算输啊。好、哦，那国土下拢会算输。啊，变啊拢是拄啊，因分的是较赢。好、哦，好，过来，各民主选举，全世界哦，选举买票，各主。自称民主国家，哦，都中华民国最厉害的台湾，买票买到遐蛮重，吼、哦。啊，而且选举阁无公平，以前媒体拢国民党掌控啦，吼。啊，即卖因为有这个网络开放了，吼，所以无较无法度封锁消息，所以去年柯文哲起来选，哦，有法度打破蓝绿，啊、哦，一定。一个政治素人，安尼有法度选赢，吼、哦，这我呢足钦佩柯文哲，我嘛真欣赏，吼、哦，好，好，啊，到国民党用这六招，咱台湾人都要起甲服服帖帖啊，吼、哦，尤其这个选举的时，国民党佫配合乌道的，甚至佫绑架神明，即马呐要选举前头一礼拜，就出来发钱啊，第一个条啊，林理长。含黑道的做的林理长提钱，黑道的穿黑西装，内底唱一些新闻，也有妈祖，也有关公。理长先把钱发落来，啊，恁家
三票，我来三千给你。啊，然后后边这个这种形态，整体人哦，啊，神明有看到，关公有看到，妈祖有看到，你票要投出来。绑架神明，恐吓选民，好、哦，啊，这真正是假民主选举。啊，台湾人就往那故意啊，哎呦，啊，咱有讲体啊哦，啊无三票，起码无嘛，两票爱登登好伊，哦啊留一票咱登咱家己的候选人，弄安尼。所以咱来选举，这个假民主选举无公平的选举嘛，哦，起跑点不一样。国民党有东站，民进党无东站，台湾党无东站哈、哦。好，过来，咱来看外国的聘请的这个职务哈、哦。来，第一，番石榴；第二个，番茄，这大部分拢是荷兰时代印入来。啊，你注意看，那为外地入来，那伊中国人吼，大清就拢讲。荷兰人家合作红门番，荷兰人为外国引入来水果，那巴拉的叫番石榴，啊，这西红柿这个 tomato 啊叫做番茄哇，啊，这番仔姜，咱台湾姜是生在土卡，啊，那生在空中啊，这外国进口的叫做番仔姜，过来番薯。那你讲番薯哇，番薯，过来番麦，个番仔花，哦，只要外国进入来新品种，啊是新的发明的物件，番仔花，佮包括油，哦，番仔油吧，那你点火番仔油，啊，荷兰人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土有无？水泥，迄个荷兰人引进入来，红毛番咧用咧，叫做红毛土，安尼了解吼？外国较先进的品种、较好的物件引入来，就拢甲加一个番。啊，这就是大清的这汉人哦，自以为伊是全世界的中心。为其他的番邦来，拢加加一粒番，哦，番石榴、番茄，哦 ，OK， 安怎样哈？那么咱台湾人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咱常来讲，迄中国兵啊来台湾，遐尾啊做甲年纪愈来愈老，咱拢讲伊叫做老蚵仔嘛，好无？迄老士官长啊，无拢甲叫老蚵仔，其实。这个名称不对，因是外国突然招来台湾的，因爱叫做韩籍啦。咱唔较叫做老欧，咱是在地，咱台湾人是在地啊。吼、哦，欧啊是本土的，这不是进口。吼、哦，啊所以台湾人拢讲欧啊韩籍搞不清楚，啊咱今仔咱家己真搞不清楚。头拄仔咧讲的。这些拢进口的，为外国入来，拢爱加一个番。啊，那因入来，因应该是去汉籍啦。啊，咱叫咱台湾人，跟你讲，咱是汉籍啊。咱甲跟你讲是番，咱当作咱是外口入来，唔是咱是在地啊，哈。所以这讲了错乱。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这咱来检讨的。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错，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甲一我朋友拢讲，哼，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讲嘿啊，你是人嘛是狗啊。我有些拢也赌哈。好，咱以2008年陈云林来，就看这里。迄阵为通机场到松山机场，嘛到台北市，马英九下令。因路拢袂使有出现中华民国国旗，啊！日军的吼，常常拢摕中华民国国旗去啊咧点，去啊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警察派去，国民党派警察拢应该修改，啊！路当有个弹崩热浪，啊！咱民进党的这人头壳无清楚，伊竟然袂晓对因讲拢咧修国民党的旗啊，对咧甲修弹崩热浪，无？
顶多咧捍卫，咁警察咧 QQ 啦啦咧唱，顶多台北市五千几廿廿八，卖叫佮派伊个警察，伊也佮保护呢，中华民国，啊，你看台湾人就咪读个派，好、哦，过来咱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咧，伦敦奥运会本来就有挂中华民国车轮旗，啊，中华抗议，伦敦奥运会，光阴修改呢。阿强，我劝我讲，你那无用奥运模式挂迄个五环旗啊，我来用伊可爱迄个五环旗。啊，所以伦敦奥运官应该修改。啊，咱台湾人搁去遐咧登，讲咧捍卫中华民国，搁咧登中华民国旗啊，哦，包括这些少年啊，迄阵进前拄啊了电影三太子签个了了，对不对？连即阵啊，签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哦，这台湾人这少年啊，搞不清楚状况，蛮欢喜个，多登登个，这是他个派嘛。好，啊，咱当年讲联络讲，讲到去年，哇，因为这个张志军哈、哦，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访台的时，即摆就无看举中华民国旗啊，哦，台湾军也无咧举中华民国旗啊，多咧个登啊。大家头壳有醒起，哈、哦，好。那么国家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是谁？来，咱来看。在1999年5月7号，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以台湾前途结文决议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你看这头壳歹无？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还要会当看到中华民国流亡招来伫台湾这个痕迹，因为中华民国本来不是伫台湾，是因为战败，较流亡招来伫台湾，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结果你甲看这個，用连卖都无卖哦，无你嘛要卖台湾卖一个较好，给大家来本钱，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意思，安尼对不？连买都无买，直接用送的，吼、哦。这为了阿扁也要选2000年的总统，改这个党纲了，吼、哦。过来2010年10月7日，换小英代表民进党要选总统的时，伊伫这个公司里边讲演讲的时，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啊，同款，嘛就连麦都没有麦，直接送。佮加一个讲，连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政府啊、哦，这作害，这就是台湾人阵有只乱呢。哦，咱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错误伫遮。咱台湾佮朋友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啊，结果拢怪伊做中国人，讲这块土地原来中国的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块土地边已经敢那归乌乎中华民国去啊。啊、哦，好，那么请问，你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来，那么你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美国为英国独立出来，7月7日，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啊，咱诶独立，你咧讲台湾已经独立吧？好，那么你台拢无独立纪念日来庆祝，那也无。过来，那么台湾你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一个红婴仔伫妈妈诶腹肚内底，还未生出来，跟母体连做伙。等你生出来，几代家长，你就独立出去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么你台湾讲要独立，你一定以前。无独立，以前跟别个国家连做伙，跟你的母国连做伙。那么你的母国对一个，你的母国对一个。有人讲，咱来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啊，这真系头壳歹。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哦，你若正讲讲要独立，有的人嘛搞不清楚讲，阿公阿反对咱独立，所以咱爱为阿公阿才独立出来。啊，有人讲爱为美国独立出来，这拢唔对。那要独立，迄要足久的代志。咱那要独立，咱的母国是日本，啊、哦。李登辉讲的，日本就是我们的祖国，哦、啊。李登辉讲这句是对的哈、哦。好，
所以咱的母国是日本啦。但是你进行占领，战争在还未行，咱去拍为高屏地区的迄个航空这个机场，飞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把迄只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的这个克拉克空军飞机拢炸派，啊，伊把菲律宾占领，美军西作的兵，飞行机有咧拍载落来，准敢沉落，这你拢要赔啊！爱像琉球反乱模式啊，你拢也袂敢赔，你要敢独立去对，好、哦，好，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了哈，用国共内战的文献来做一个咧，好、哦，伊讲国民党建树哦，拍白撤退引共，讲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你想看因的报纸吼？中央日报吼，报安尼，叫是讲咱中华民国国军拍赢，叫是拍输啊。我军转进撤退时，安尼我啊，伊唔讲撤退呢，伊讲转个方向前进呢。一日千里，咻一下，然后照刚才飞嘞，共军追赶不及啊！哦，看介样作呕的。啊，你若用台语简单四字，叫做拍输招赢，对不？那招来台湾。个人啊，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个名号在媒体的运用，那好康的拢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以布基纳法索建交，那建交用中华民国。啊，那跟甘比纳断交，台湾与甘比纳断交，派康的用台湾。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伊就唔写中华民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好不？好康的拢用台语，歹康的拢用咱台湾的名，所以这点媒体你要注意，有只报纸你要多边看。伊那咧报台湾，你甲用中华民国甲加落，哎，甲下笔，好。好，咱来改正咱改一个错误的因素，哈。咱有只拢讲了惯之惯者，咱不是咧讲外省人，台湾无外省人，台湾敢若两种人咧，本土台湾人。过来，村里拢拢外国人，安尼上好分，对不對？好，所以外省人唔对，爱改啥？因是中国人，伊是外国人其中一个国家的人，因是中国人，所以唔好讲外省。你若讲伊外省，咱煞变本省，煞变伊的一省，哦，所以唔好讲因外省人。过来，咱定来讲，心机讲专省药房拢有在卖有无？专省服务站拢有在给你服务，来。咱嘛讲专政，讲啊足惯是，唔对，啊改啥？刚才咱讲全台湾，未使讲台湾全台湾国哦，因为咱唔是国家，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敢若大日本国的琉球，大日本国的这个北海道，好、哦，好，过来，咱嘛定咧讲大陆，讲啊足惯是，讲去大陆佚佗，哦，你若家你。外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你个朋友一定头壳真绕咧。嗯，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有无？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搁一个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搞讲你要去大陆佚佗，你是要去对这六个其中对一个，对不对？所以袂使讲大陆啊，爱讲去对佚佗，去中国佚佗足清楚的嘛。人就虽知影讲你是去对一列嘛。好，过来，那么定来讲省道、省道，有无？省道唔对啦，爱改啥？啊？真简单啦，台一线。你甲想，大清管台湾212栋哦，200几栋哦，卡住日本来管11栋，伊管212栋，无在了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日本人来了11年，就为家人开到永春去啊，这条路就通啊，
所以台湾第一条的路叫做台一线，从南到北，还有人讲啥？纵贯线对吧？纵贯南北叫做纵贯线。哦，所以你若讲，咱若讲你七道对了，迄老大有无？啊，我七道纵贯线，表示这个真正老大。南北二路话讲了，人拢会听，所以有就讲我是七道纵贯线，表示有够大尾啦哈。好，过来偷渡客唔对爱讲啥？偷渡客即句话吼，哪讲会通？啊，连刚咱也等于咱刀，我都发现小偷来不及逃走。你爱喝啊？拍着小托客你好，冰箱有两个，你有开开只无？既然是客人客，你是不是要交代？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因为偷渡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啊，所以爱叫做偷渡犯嘛。那也在讲偷渡客，啊，这原因出在对那开始抓到，拢报纸拢报讲哦，今嘛各地帮了。佫掠着几个偷渡犯，伫新竹南寮渔港，这个黄凤玲佫掠着几个偷渡客啦，拢迄阵拢报偷渡客。原因就是，迄阵的报社也好，还是警察局的单位，即主管拢中国人，因为台湾人拢个来当做副的呢，袂当做主管。所以警察来掠着，啊报社报。遐主管看了，本来写偷渡犯，弄个改偷渡客，较登报，因为迄拢因中国亲戚逃走来台湾的，所以拢因的兄弟姊妹，伊兄弟姊妹来台湾小吹，所以因弄个号做偷渡客，不爱写偷渡犯，吼、哦，按这点你了解啦吼，因、哦、中国人拢会官官相护，互相暗干暗护。讲大陆另外一个原因，卖讲就讲，你若讲伊大陆，啊，咱变小岛，啊，咱嘛又比小了，吼、哦，对不？好，佮介只人即摆啊，你讲即摆民国几年？哦，即拢爱改啊，拢爱改西元，吼、哦。好，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即句嘛唔对，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叫做陈水扁，因去。算的是算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哦，所以伊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包括李登辉嘛是哦，伊嘛是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所选出来总统。好，过来，我讲台湾天主教，我这唔对啦哈，啊，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用国家的身份去参加联合国，就等于我。记一个咧，讲，遮有一间房间，啊，我都无入去，从来毋捌入去个房间，啊，你讲看到我为这个房间行出来，这叫做啥？看到鬼。台湾从来毋捌加入联合国，都无可能为联合国退出来，安尼知无？而且是蒋介石的代表去用驱逐出台那个联合国哈。过来，你看，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你看这歹听的，佮创台湾的名，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啊，吼、哦。好，过来，中医唔对啊，改啥？汉医哈。到进日本的嘛，要用汉医这个名，吼、哦，日本无改。较早咱早期咱嘛拢讲汉医，要来看汉医，要来贴汉药。蒋介石来，就要凸显伊中华民国这个中，就把汉医改做中医，吼、哦。过来，雷公拢共派人，这句唔对，爱改啥？我请问恁捌食着中国人来台湾了，去布产、生产稻米，下做白米，互咱台湾人食过无？你捌食着中国人伫台湾生产的米无？我毋捌食过。这个米的生产，自早期哦，然后
中国人来了较紧嘛，拢咱的士大人老一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迄代辛辛苦苦去做田，透风落雨嘛爱出去巡田水，透风落雨咧单位工嘛爱出去，所以你讲讲的拢讲了台湾的农民，吼、哦，所以拢讲了台湾人，所以雷公拢讲台湾人。有的人讲啊，雷公拢讲歹人，唔是，雷公拢讲讲台湾的好人。那么透风落雨，单位工中国人咧创啥？伫眷村内底咧包水饺、拍麻雀，因为伊免烦恼食，时间到，配给的白米就送到位啊，油啊送到位，吼、哦。所以台湾人可怜啊，做叫中国人当作奴隶，吼、哦，叫咱。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啊，拼百六税金给因咧开。好，好，过来，再有一个故事要来讲吼、哦。不要把无知当作幸福啦，哈、哦。真侪人拢讲伊是无党无派咧假清高，真侪人拢唔敢插政治，嘛咧假高尚。但是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就咧顾全大部分的人民的事件吼，伊幸福。但是台湾人迄个二十八事件了，拢惊着，拢唔敢插政治。那么，我来讲一个故事，就讲有两个兄弟啊，古早两个兄弟啊，拢咧抬猪啊。那么，伊两个约束，啥物人先切，迄阵无闹钟。先请就先爱叫另外迄个爱起来，做伙去抬猪。那么到差不多五十岁时，这个兄哥就醒悟开，哇，唔好去抬猪啊！我要来开始念经拜佛，吼、哦，我不要去抬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弟弟继续在抬，所以那头先那哥哥先请就叫弟弟。都起来抬猪啊！啊，那弟弟切了，来哥哥，起来念经哦，拜佛咯，安尼。结果两个拢百年后了，迄、那个哥哥食菜念经拜佛的下地狱，去到阎罗王遐，去到阎罗王讲去，我逐天念经拜佛，啊，我哪落来地狱？啊，这个阎罗王，甲现伊的过去哦。哦，啊！你拢怀着好心做坏事呢？你是毋是拢透早拢起来叫恁弟弟去抬猪？讲许，啊！恁弟弟哦是怀着好心做好事，透早叫你起来念经刷稿，所以一上天堂，啊！你来第一个对啊，又刷嘴啊开开，唔知变哪样哦。所以你唔好怀着好心哦做坏事哦。比如讲，恁今仔有法度来遮上课，你也感谢，甲你推荐的人，你的亲戚朋友，你也甲感谢，你来遮，甲遮毒拢解放出去，吼、哦！你来遮有法度来遮，有这个机会来上遮课，咱遮讲师，甲一寡正确的台湾历史来甲你讲，甲一寡真相甲你讲，吼、哦！你迄个朋友，你的亲戚是怀着好心在做好事。啊！你该懂的讲，哦，唔通哦，莫去，当民间为诈骗集团，这个怀着好心做坏事，一惊你去用骗，伊是怀着好意，但是伊做一件真歹的代志。你若无来上，你咧做路咧，你搁做甲足欢喜的，你咧替人，你用卖，你搁咧替人挣钱，吼、哦。所以你今仔来遮，爱感谢你的亲戚朋友，吼、哦，甲你介绍你来，吼、哦、，OK。所以要怀着好心做好事哈，不要怀着好心做坏事。OK， 好，好，过来咱来看，对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好东西你来看，咱若买着，咱若咧买骂人讲，这个人歹哈，什么你算什么东西，有无？无人咧骂讲你算什么南北，哦，无啦哈，那么讲你算什么东西？那么台湾有出山山啊，竹棒多只，香蕉嘛竹棒多只，对吧？
你若甲卖去厦门、福建、福州，卖不到好价钱，安那？哎，纬度同款，是不是？遐嘛有山呀，嘛有金蕉，吼，伊金蕉足俗个，一斤拢一两块尔，俗个。哦，我来去啊吼，我感觉台币足好用个。哦，早期，然后二十年前我去，啊，二十年前因个棚个嘛足俗个，足俗个。但是因连塑胶都做袂好，塑胶落个做袂好。我甲买，然后五斤吼，啊，塑胶落个好啊。啊，我坐客运站，啊，落车时间安尼落来心迄个。破的练到规头家拢捧过，高良公的哈，好，所以做这物件拢唔是好的哈。好，过来，你那个金蕉甲山啊，你甲卖去往北卖，卖去日本东京，哦，香蕉拢台湾头三倍至五倍价钱，什么原因？因遐寒，伊遐无生产山啊，无生产金蕉啊，所以咱只气候，大家抢买买。啊，台湾的金蕉阁香阁好食，山也嘛同款。所以你来看，迪化这个卖，甲高雄三凤中街这个卖，叫做南北货，对不对？无人咧卖东西货啦，因为东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无人要卖啦。安尼，好，好，来今麦看，来看看，为中国来，我上感冒就是寒流，因为我住伫屏东吼，好。日头足大，小雨，所以我足惊寒。尤其寒天啊，后个月开始转寒，我就烦恼啊。我若来，拢一定湿皮啦，啊，就脑不舒服。啊，讲下就哪甲恁讲哪咧扫啊，哪咧配痰哪，哪清病。我说寒流来，我足讨厌。过来沙尘暴，哦，十几年前开始沙尘暴。啊，这沙尘暴就是毛泽东的杰作，伊较早咧。人民公社土瓦炼钢有无？甲公社边啊附近，树啊扯了了，咧用陀螺啊咧炼钢，啊扯到尾也无树啊，所以无法度水土保持，所以落大雨就水就强，就开始沙漠化，开始有沙尘暴，无较早无沙尘暴哦，十几年开始，遐树啊紧烂，无法度挽土了就沙尘暴去，今麦来开始雾霾，啊这雾霾。你知影了，都硬碰碰了哈，连飞机都无得飞。啊，但是共产党足厉害，伊有法度控制雾霾。啊，这雾霾足毒的，这树里边吼，拢插了细胞，没有解药啊，拢插了肺泡了呢。所以这美国、欧美这些高级的这些 CEO 哈，这公司的头人，今嘛拢在撤离中国。那，伊在遐，伊树遐空气袂堪滴。但你看，伊最近有三摆，有法度甲这个北京的天空变作蓝色的。哦，北京奥运，下连工厂拢在天光。哦，啊车辆单号会当载出来呢？啊，看日期，单号就开单号，双号就开双号。OK。啊，所以北京奥运有一个奥运蓝。啊，过来 APEC 会议。APEC 蓝，同款拢用工厂，拢叫爱天工。啊，然后一个月前开这个什么，北京这个阅兵，我就阅兵蓝，好无？同款好。这雾霾嘛飞来到台湾呢，哦，所以最近拢有咧环保署拢咧曝光哦 ，PM 2.5 就是这雾霾，好。那么过来郑成功，就来为中国下来，啊！伊先讲咱失败啊，什么原因？即可能卖来吼，卖甲荷兰人赶走，咱来一直跟荷兰人混血个，你知影哪混血？因荷兰人拢足顽强个，啊！迄阵咱的平埔族嘛，足顽强个，因为较早台湾的平地。落啊，满世界，哦，所以荷兰人来台湾有设一个鹿港，有无？伫咧出鹿皮，要卖去全世界较寒冷个所在，因咧做皮手套，做战甲，
拢用遐皮咧做，荷兰人来台湾赚足侪钱。啊，那卖药干燥吼，北面拢高墙大呢，混血落来，咱来后一代，大家高墙大，轮廓拢足深的，鼻啊拢凸凸，目睭阁落落，咱阁拢讲荷兰语。因为荷兰啊，管台湾管久到尾啊，咱台湾人自然会去学荷兰语，荷兰语变咱的国语。到时阿公啊，迄人啊来台湾佚佗旅游，一个看哦，拢只高墙大，拢金头毛，鼻啊凸凸，目睭落落，啊，这可能不是跟咱无工作的，伊就别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对不对？话阁袂通啊，拢讲荷兰语啊。啊，就是伊甲咱的荷兰即个进前咱的祖先哦，迄原来有放一寡证物啦，无接到影，伊又赶走，所以造成到尾啊，台湾的命运作歹。荷兰人引进头拄我讲的做一些新的品种的物件之外，迄阵拢是算足好的物件，迄汉字嘛救了介济台湾人，因为以前日本人阿袂来做这个乌山头水库的是八天鱼油啊。那到寒天，我都无水通布钓啊，来种番薯，吼，种番马，好哇。好在在荷兰人早就引进这物件，寒天无物件，这起码要番薯，要番马，吼，这较省水的，吼。Okay. 所以，伊个电信工来个荷兰人赶走，伊先讲咱失败，吼。过来大清地带的。咱若看中国迄边较歪的时阵，就是台湾从落后的时阵啦。如果他说讲212当无在了，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就到两公，吼、哦。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从大陆招来伫台湾，啊，我是开一个用一句啦，中华民国害台湾啦。伊若卖来吼，咱做个规矩的啦。咱比琉球佫较好过，因为咱真正报道台湾报道，国民党来台湾歪70档啊，歪也袂倒。你看是毋报道？咱甲饲加饲迄200万人，哦，过来蒋介石啦。这老一辈拢讲，迄阵拄啊二二八事件了，啊，迄、那个。美联社的记者来台湾采访，啊，问咱本土台湾人，你采访是咱本土台湾人甲反应，哦，恁美国人做要死，哦，阮甘愿咯。广岛长期迄两条原子弹来牵到台湾，阮嘛袂瘾，互恁牵这条石头牵到遮，哦，遗害百年，甲真袂煞，吼、哦。好，过来，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台湾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哦”哈，这鲍威尔在2007年10月25日，伊去北京访问的时候，记者甲问的时候，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哈，那么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什么意思？境外的国内就是讲。美国伊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咧管台湾，但是美国人若要来台湾，伊嘛爱经过海关，哦，伊嘛咱是伊境外的国内，啊、哦，那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委托台湾伫咧当局代理管理中，哦，好，那么国家有四个标准。是不是国家有四个标准？要有领土、人口，要有政府，要有外交官。好，那么台湾国家有这块领土无？这块领土是要日本天皇的。有人口无？歹势，你即马替身份证拢伫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唔是台湾国发的身份证，所以嘛无法律上无人口。我有台湾政府，唔是即马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有啦，我有20几个。外交官的小国家，歹者，拢毋是台湾国派外交官去跟他们签，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去跟他们签的，佮有用钱去买，吼、哦，所以拢无，所以台湾毋是国家，好。
啊，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这嘛唔对，啊，那，啊那拜关公妈祖就是中国人，啊那信耶稣的，唔就拢变以色列人，啊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啊，这逻辑未通，啊，啊那用汉字就中国人，安尼。日本现在要用汉字，日本跟中国人不是啊，哈、啊！菲律宾用英语，啊，菲律宾跟英国人不是啊，哈！所以别个讲用字，用汉字就是，对。好，那么中华民国比政府比来呢？伊的陆海空军三军司令部会裁撤掉，干那村指挥部，啊，村指挥部上要发号施令。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发号施令，哈、哦，现在兵力21万5，也才只够存到12万人，哈、哦，所以慢就前几年的推募兵制，哈、哦，好，过来美国军事人员也入来台湾，中华民国联邦政委人员爱撤退去金门马祖，甲福建的平潭岛，好、哦，你看即马福建的平潭岛，因为伫2011年十一月的。海峡号平潭到台中港锁航，3点钟就到啊！吼、哦，啊，今年10月7日海峡号台北港锁航，2点钟就到，这个较紧。啊，这只船平底船啊，会当载760个旅客，240台轿车，吼、哦，这今年运量会当到18万处，吼、哦，而且有讲台北港的运量会较侪。因为台北港、台北管区拢算中国城，中国人较侪。过、okay. 来，咱来检讨讲，是安那美国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好、哦，这是2006年阿扁啊要去访问中南美的时候，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副国务卿啊哈，佐利克所讲的，伊讲佐利克伫前讲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和我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样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是过去足罕见吼、哦，过去唔捌发生安尼代志。啊，咱来想看卖，那伊安尼讲。伊讲，这是因为我甲话阁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爱出动要来创啊。当然，我出动就是要打台湾啊，因为你的战争在还未行。我常咧讲，台湾这个天湖，这个土地有两个头家，一个有所有权证的，所有权证名是日本天皇。一个是债权人，这个所有权人，因为日本天皇战败，暂时这个主权底下伫美国手里，你等你提钱来赎回去嘛，像琉球模式安尼，你要赔啊，战争债你也要赔啊，所以台湾人，你家己讲要讲公道，就要独立，搞独立出来，你凭啥物？你拢唔免处理这两个头家哦，你若赔，第你提钱来赔。替日本母国赔美国，然后要求日本天皇，伊的参众议院，日本国的参众议院，爱一个领土分离条款，会当让台湾准独立出来。结果你这动作拢无做，而且特别刚独立出来，所以这台独代表阿爸，无要照国际法律，哦，无咧管这两个头家，所有权人甲债权人。就跟他讲，你有一块土地，啊，啊，你提一块啊，借钱块啊，啊，有人呛声讲，你这土地就是我的，无要管你的，你是所有权人的人，啊，无讲管银行，伊是债权人，安尼是毋这个人恶质？好，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咱若以2008、2010年流氓总统打算做咧，咱选输，是毋是？贾中鼎
去解除200万票，吼、哦，就是通牌马英九赢，赢200万票，独牌输。小英2012年输80万票，独牌小英输通牌输80万票。这两届拢打算拢会当个当做统独公投，吼、哦，拢输通牌马英九，好、哦，所以你个足惊你统独公投。所以拢当阿扁也袂使办公投，啊！所以阿扁也常常讲要公投啊，尾啊脚步是受伊，讲你这是麻烦制造者。过来先啊，美国啊，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的人，佮爱发41万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啊！这原因就是讲，迄当时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派陈仪哈，以中国军来接台湾，伊带。1000名军公告人员，迄阵台湾才600万人，那么即马台湾差不多2400万，差不多4倍，所以美国叫咱爱训练4000个来接管，将来要接政权，哈、哦。那么41万呢？台湾政府申请就是讲，起码你有民意基础，吼、哦，你有41万的人来申请身份证来做你的种子教官出去宣传台湾民政府，吼、哦，有这张。正讲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吼、哦，咱是日本的台湾人，袂使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过来咱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理依据甲迹象？因为真侪人咧讲，台湾即马美军占领中，我拢无看到美军。啊，你爱用法理甲一寡迹象来讲互因听，吼、哦。好来，依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第一条，吼、哦。那么这个。麦克阿瑟将军遇到时，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哦，迄阵伫东京湾，日本东京湾的密苏里舰艇员签投降书了，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日军投降，就用命令哦，因麦克阿瑟将军，哦，以这个命令时。最高的领袖，盟军最高领袖杜鲁门总统核准，所以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来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投降来个缴械哈。啊，这是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以这个征服者靠权力分配盟军，什么占领区是向什么人去导航？譬如讲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包括中国的东北，是向。苏联远东军的总司令来投降，你注意哦，头前挂国民哦，苏联这个国家远东军军区总司令。那么北纬16度线以北，北印度支那，这、就是北越，包括台湾澎湖，是向蒋介石元帅，头前无挂国名，怎啊会安尼？美国人头壳足清楚，因为迄阵中国有4个，中国政府4个，一个重庆的哦蒋介石政府，一个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搁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搁有一个满洲国，这4个拢讲要代表中国，要哪代表？啊，所以因为美国跟蒋介石较亲哦，所以命令蒋介石。但是伊唔敢用中国这个名，伊惊后日来纠纷嘛，有继承的问题，啊、哦，那毛泽东甲蒋介石拍败时，哎又继台湾又继承去，啊、哦，根据这个继承论，哈、哦，好，过来，就这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配偶。但是第23条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生物，包括日属台湾。头头进来有讲，有主要占领全国，那么中华民国就是次要的占领全国。啊，美国大头家，啊，委托伊一个啊，敢那独立性格诶性质的中华民国来替管台湾甲朋友。好，那么对日本签和平条约，哈、啊，就这样和平条约。诶，拟定啊，也是跟51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拢是杜勒斯的主导加分配。杜勒斯尾也是做个美国的国务卿啊。
杜勒斯受美国杜鲁门总统啊所聘任的。那么现在拢是伊咧拟定，伊咧看过在一个蒙古咧协商公面啊，定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为这当看来讲美国是主导的加分配的身份啊。好，过来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国内法，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靠权力加义务来订定。那冇听到过英国台湾关系法，或者法国台湾关系法，伊拢无资格，因为真正单独甲日本拍败就是美国。所以阿强阿咧庆祝抗日七十周年，阿是马英九咧庆祝抗日七十周年，迄真正有够闹鬼，真正咧抗日的是美国啊，哦。现在甲美国、甲日本拍牌是美国啊。过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这时阵要跟阿强啊，美国要跟阿强签《巴黎協定》的时阵，哦，台湾那时阵风雨飘摇，足地有钱人卖厝、卖土地、卖，一旦卖，拢刷出去外国，拢移民出去，因为惊阿强啊要拍过来，美国要搁跟这个阿强啊。要骂几骂几哈，要出卖台湾了，所以人心惶惶。蒋经国准透过伊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讲，拜托雷根总统，无你嘛发一挂声明哈，来安搭台湾即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心。啊，所以雷根总统都加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伊保证啥？哦，美国无意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啊。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事的议题，首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啊，你注意看这个对台军售，因为伊未使讲中华民国，因为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通令所有的驻外使馆不得已再称中华民国，也不可以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哦，作为开会吃饭啊。这个对台，这个台拢是台湾关系法。哦，来对做讲的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好，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因为那不买未好的武器，咱会想讲啊，咱会收未掉哈。日本的嘛，美国的武器较好，啊，美国哪会当袂当较好武器？咱要看阿公阿叔赢，较赢哈。那么美国嘛未修改台湾管理法。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因为过去每谈判拢国共谈判拢输，国民党拢输，哦，建谈判拢输。好，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因为中国拢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无可以承认，哦表示美国对台湾这块土地，伊是占领军，伊负有台湾这块土地国防的安全，所以伊不是爱派兵来遮巡逻啊。所以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顾台湾，就这个原因啊。好，咱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或承诺，咱也无跟美国有相当的关系，是安那美国爱负责跟。中国共产党，这个共产党这个解放军，伊有200万的陆军的哈，的军队呢。这边卡米苏赢，美国爱冒真大的风险的，而且阿强阿毛飞那个长城飞弹的量下核子弹下一个美国本土，但是伊本身就是伊占领军有这个责任，台湾的国家安全，美国爱负责任。啊，美国搁用美日安保条约。两个做咧顾台湾，所以台湾全世界就会使讲上强的两个国家的武力咧保，所以照讲台湾是足安全。日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武器的能力是无输俄罗斯哦，吼、哦，你也知影。所以海军台湾这么是世界第二名。美国核电的议员对他做意思。那中山流氓总统，吼、哦，拢爱接受美国的核电。啊，这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蒋介石一阵一脉相承的啦。啊，你也去2007年，
三月二十，阿扁也当选吼，八道方掉一枪，拍一枪，阿输二十几万票。好在迄个李登辉有发动二二八牵手护台湾，迄个有去牵手亚洲，我看嘛，我多两个了，哦，做无错，迄历史镜头。好在迄个气势又搞起来，阿个阿扁也八道拍一枪，足侪人迄阵台湾人已经含泪不投票。我阿扁也巴肚搁掉一阵，气候卖起来，即阮台湾人阿扁也总统，那会使互你安尼糟蹋，含泪出来投票，拄啊赢二十几万票，甲换算拄啊赢偌济，0.228咧，拄啊堪二八堪就好台湾，即、這个数字那遮尔巧合，改成即个二八自己即个运有出来运作的款吼、哦。好，那么一礼拜贺电拢无来。因为贺电代表讲，伊承认讲，啊，你会使做台湾伫你当局的局长，啊，这贺电无来，无人等于阿袂动算，所以阿扁啊七上八下，哪样动中选会无爱互伊答答迄个当选公告，啊，所以阿扁啊邀请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一个查某的叫夏新，叫伊问白宫，怎啊贺电拢阿袂来？白宫来回答讲，贺电拢传好啊，你等中华民国中选会，甲当选公告打去，阮贺电半点钟到。所以那也嘛知讲，美国准备好啊，要打，要等打贺电，无打迄个公告去。所以去为黄志成不爱好打，啊，另外就不和黄志成去打，一日打去哩，贺电真正半点钟到。哇，那军知影讲，正港的头家已经答应。承认，即马即个新的台湾地理当局局长已经叫做陈水扁，佫乱无效，头家已经承认，所以准退散，开到遐个那样嘛退散，所以准规个乱动乱准停了，吼、哦，准消散。所以你就知影讲，刚才一个美国的贺电也是这么重要，吼、哦。好，时间的关系，吼、哦，我就讲到这，吼、哦，有机会再佫来向各位报告，多谢，多谢各位。